哇、哦，太香了哦！空气炸锅辣子鸡，看看怎么做啊？鸡腿切块，生抽、老抽、蚝油、花椒、八角、干辣椒、葱姜、蒜片，少许盐，腌制一下。空气炸锅200度20分钟，正好今天大朵不在家，搞一下这个辣的。这鸡腿肉剔完骨头了，再来一片鸡胸，稍微给它腌制一下。葱、姜、干辣椒，不太能吃辣，少搁几个。花椒、八角、生抽、老抽、蚝油，一丢丢的盐，抓匀，然后我们腌制一下。倒进这个锅里，然后摊平，200度，20分钟。忘了喷油了，稍微喷一点。中途我们稍微给它搅拌一下。OK 了，哦，好像还可以啊，有一点这个微焦的感觉。辣子鸡。在我印象里应该就是这种焦焦的啊，好焦啊。我感觉还是那个鸡腿肉要比那个鸡胸要好一些啊，就是四川菜那种精髓，麻辣鲜香。看这个色泽度，哇，必须要来碗米饭了，就这种焦焦的感觉简直太棒了。花椒那个香味太棒了，听我的，一定要用鸡腿肉，鸡腿肉感觉特别棒，辣子鸡切一切腌一腌就搞定了，超级简单，赶紧试一下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如果你喜欢哲哥的视频，不要忘记点赞、关注还有收藏，我们下期再见。